这把我身份很硬，能带队，能带队。这把这把我带嘉宾签签这个好吧？能好吧？带队吗？我能吧？但我死我死就你记住啊，他是第一把，我死就金儿啊，我死就金儿啊。来来，金儿金儿，这第一把第一把你信我一把好吧？好吧好吧啊，我死就他啊，我就带嘉宾。红哥你别来，红哥你别来。哎，同桌鬼死了，走，赶快走。他这个肯定有问题，走。是这样的啊，你要是狼，你直接刀我。舒卡发言，我报的警，然后我是个好人当，是个狼自己命。十八 G 过来直接把同桌，就是，一出生的时候在警察局这个左上角这个十字路口，我和同桌出生的，我给说师傅你要干什么呢？然后他说他调东西，我就给他看了半天，我就自己先去银行，然后我还看到了丢的一啊丢的六，不知道跟谁过去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十八 G 他回头了，他给了同桌一刀，我是个好人带刀，我直接把同桌给他刀了，然后我直接报的警，我好人带刀过。宋杰儿发言，是到我了是吗？对对对。然后我是出生以后我就跟那个婉妹还有餐餐一起走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没什么问题。然后那个我遇到了刁德六，就是要跟我对一下身份，所以我就一直跟着他。然后中间路上我们遇到了，就是遇到了人，然后刁德六就说可能不是什么好身份，然后之后就报警了。我的信息就这么多吧，过。OK， 这里王大谋仔在发言啊。首先我是跟娃妹李仔在一起走的，我们两个人一起抱团从广场走到下面到开膛手的棚屋左边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报警了。时间非常之快，这把我能知道信息就刁德六说他要跟宋金要一起走，其他就没什么信息了，过。轰轰发言。我可能刚才有点听岔皮，因为当时一直有混响，我的耳机可能没听清楚。我现在没搞懂的是十八 Z 刀了同桌，你刀了十八 Z， 那小温是谁刀的？是这个发言吗？还是说你一个人开不出两刀，我认你身份对吧？我就是没有听清楚发言，我能最后能保的是九月和乔乔还有餐餐，我们四个人在广场，就我们四个人，李仔仔和王大某走，刁德六和宋金儿走。那么倒三张牌，你一个人怎么刀得过来啊？我没听明白啊，再给我讲一遍可以过。德六发言，轰轰，我给你总结一下，游戏已经结束了，清清爽爽。为什么？你看啊，我和宋金儿，对吧？第一把。我这个嘉宾嘛，我准备这个来带他对一下身份，然后呢中途遇到了同珠过去了，没有其他信息了啊，宋静儿也没有太多信息，然后呢拍警了，拍警进来死了三个，修凯报了警，他说的是他好人带刀，十八刀了同珠，然后呢他刀了十八然后报了警，是这样的。然后你的质疑是那小温谁杀的对吧？好，那不管嘛，那他修凯也不知道嘛，对不对？那假设啊，我们打修凯他不是刀到加拿大鹅的情况下，你轰轰瞧瞧餐餐加九月四个人对不对？我跟金儿瓦妹跟王大谋是吧，我很确定的就是王大谋和瓦妹你们两个洗不通。等会你九月瞧瞧加餐餐发言只要证实了轰轰说的，那你们四个人在一块绝对没有办法篡改发言是吧？如果你们都复议了轰轰的发言，直接就出王大某和瓦妹，不用听他们说任何东西。除非到瓦妹发言的时候他说不修开到加拿大，他只能打这一点，否则他瓦妹跟王大某是必出局的对不对？是吧？清清爽爽吧。好，那你们三个发言，餐餐你如果觉得我说的对，你就按照刚才我说的归票，不要听瓦妹来归票，没毛病吧？啊，过。绝发言啊！当时现场是我、餐餐、轰轰、乔乔四个人在一块，然后我们四个人这一轮是不开刀的。然后修凯这一刀，应该轰轰是看见他动刀了，然后修凯拍警进来认了一刀，我觉得可以先不聊，然后可以去聊一下外置位倒的这一张小温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四个人不开刀，外置位就刁德六和宋金儿抱团，然后瓦妹和王大木抱团，那大概率就是他们两两抱团里面两个人出双狼，好吧？餐餐可以归票，看信谁吧，过。查发言，轰应该没有看到，他应该只是看到报警的时候是修可爱报的警，他可能只是怀疑了一手，说可能修可爱刀的人。那这边进来的话也确实他是一个被动刀，他的意思是别人在他脸上刀了一个，他去把那个刀人的人刀了，那没什么问题。
应该是在剩下的两队抱团的里面出双狼，好吧，过。嗯，参发言，我的发言跟轰轰还有九月跟乔乔是一致的。我是站在就是最后一眼是在轰轰他们三个在前面，我在后面，我是部队的最后一个。然后然后就拍紧了。修克还是大家认的一个好人刀，雕的六跟收集了王大魔跟瓦妹。嗯，我觉得啊，按照上一这一轮的发言啊，我觉得王刁大对不对不对，刁德六的发言比王大魔还好，我可能会听一首刁德六的发言，但是瓦妹我也想听他说一下，好过。这把我的信息不多啊，因为我是跟宋金儿还有灿灿一起出生的，我们是在老酒馆附近啊，然后走到广场，然后有很多人，然后王大魔，但是、我们到广场的时候有很多人看着我跟王大魔走下去了，这还不出这两个没得聊了，这个这已经没得聊了，然后我是没有那个这种发言，不是任狼发言吗？我觉得这把没得聊、你们要是要扛推我没有问题，我这把出去了，如果我这把出去了，我希望你们能注意一下刁德六，他想踩好人的心那么重，对吧？他没有任何证据，他只是单排就直接把我跟王大魔踩死，我这票肯定是挂刁德六的，我是一张死后有用的牌，好吧？我就这么说了，挂票刁德六过，有本事踩我。好、啊。我这个杀狼杀的太，这把清清爽爽，你能投我的，你能归我的，是吧？宋金儿能做镇长，这明显就这两个了吧？我跟宋金儿一起，你们四个人一起吗？是吧？就这两个了，没了。你除非扔修凯为狼，对不对？清清爽爽没了，没了，清清爽爽。他这个反扑能扑到刁德六是不可能的，他也只能打刁德六了，对吧？这种局四个人抱团，他只能打刁德六和宋金儿。我是好人，对不对？不可能，不存在。宋金儿，走，不存在。我是锁匠，哎，不是锁匠，我是锁匠。你刀，反正你跑不了。我没有刀，走我没有刀。宋金儿，刀我双死。你没有刀，我修火，修凯在干什么？我没人的呀，咱大魔我做任务是个狼，我连我倒了怎么办 ？OK， 我修了一个，没事，我们报警嘛。他只能刀一个嘛，他只能不刀一个，无所谓的，不可能双狼了，对吧？来，我给他刀，我身份已经被他知道了。你刀。王大魔应该是狼，他在这装，他现在还在装，那就哎还在装排除法嘛，对，好嘛，是吧？哎，德六发言，看得清，哎，大魔怎么也死了？哦，警长护刀，哎，真盘错了，我操，真盘错了。宋金儿一直在身后看得清清爽爽的，他是警长护刀。刀了这个大魔，然后我拍的修凯，两个一起爆的那个尸体在下面卡的是有没有看到啊？那游戏没结束，那不就是你轰轰吗？对，没错，轰轰和参参只有你们两个了，在我和宋静儿的视角里面只有你们两个出一个狼或者猎鹰，如果你们是两狼加一狼一猎鹰，我们没得玩了啊！但我要分析一下，我赌你们里面有个好人，那我更要投你，更愿意投你轰轰。为什么？因为刚才那个局是很明显的，瓦妹和大某两个人是抱团的，对不对？你发言是你们四个人抱团的，这把虽然投错了，但是上把逻辑是没错的，对不对？判断错了，但逻辑通不通？不通的话，你们就不可能投瓦妹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为什么要出你红红？你到你发言的时候，你说你没有搞懂小温是谁刀的，你明显在转移视听，对吧？小温很明显是另外一个人刀的呀，不用想的呀。修凯是警长嘛，对不对？他刀了大魔，大魔是好人，那就是你红红上把。虽然你，我不知道你们，你应该是没出刀，你们四个人在一块，但是你的发言让我感受到你在转移视听啊！你不聊这个其他人，你就说这个修凯是吧？小温谁刀的啊？所以我赌参参为好。那宋金儿参参，如果你们两个为好，直接跟我挂红红，没问题吧？宋金儿，我的分析你是可以投的吧？因为从头到尾我跟你在一块，对吧？你可以直接把票挂在红红身上了。如果你不挂，那你 OK 清清爽爽啊，没得了，过。What the fuck？ 宋金儿，我是全场最老实的人，这十二张牌里只有我是老实人，你信他？我吐了，游戏结束了呀，直接。装，继续装。哦，三个人劫票，就我一个人投吗？啊，就我一个人投吗？就我一个人投吗？哇，太恐怖了，一个好人没有，太恐怖了，太夸张了。
发言了。他两楼嘛，明显两楼。他们俩肯定在一块儿，我操！我躲起来就可以了，但他两个肯定一块儿，他们不行，躲这不行，躲哪啊？躲哪比较好？就躲这，卡视角。是什么？开不了饭，现在开不了饭。宋静儿应该是好，他死了，所以触发猎鹰的这个开不了饭的，现在是不可以开饭，必须把我刀了。但是我这个位置他们到不了，除非一前一后，那不可能，他们肯定是两个一起走，对吧？要么从左边，要么从右边，我直接绕就行了。哎，十几秒，他们找到我先，找到我就跑，清清爽爽，清清爽爽。国服的猎鹰，国服的猎鹰用嘴杀人。啊！跳跳。呜。耶、yeah! 哎！哇！浪了！什么？我猎鹰为什么报警？我为什么不报警啊？啊，我用嘴杀人的，我又不用，我又不出刀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我还有要个游戏要开心的结束了，我也不用其他杀人的。对，他就停了一下。上把只有静儿一个好人的吧？零秒也要读完的，是，对，就宋静儿，宋静儿歌词。